人犯。带人犯陈世美。带人犯陈世美。启禀大人，陈世美带到。跪下。陈世美，你欺君罔上，杀妻灭子，教唆杀人，数罪并犯，泯灭人心，丧尽天良，罪不可赦，以礼当。包拯，你敢斩我？你敢斩我？你来人呐！是。龙，搜查伺候。是。之母，微臣怎敢小觑？既然如此，为何要把驸马开闸问斩？臣启太后，驸马身犯数条重罪，国法难容，微臣只得将他问斩。哼，好一个国法难容！倘若哀家也犯在你手上，也照砸不误吗？微臣不敢。你还知道不敢？那好，驸马是哀家的女婿，谁要是敢砸了驸马，也就等于是砸了哀家。哀家今天倒要看看谁大胆，再敢说一个砸字。臣启太后，微臣一切依法办事，还请太后不要为难微臣才好。保证你可错了，不是哀家为难你，是你在跟哀家作对。驸马乃是哀家的女婿，公主的夫婿，你要是杀了驸马，你叫公主情何以堪？太后，那些死者也都是有家有眷，如今被驸马杀死，他们那些个苦主又将情何以堪？这，可是，公主身有怀孕。如果驸马被杀，他腹中之儿将是无父之孤儿。如果公主有个三长两短，到时候一尸二命。
报仇。报仇，微臣在。你是皇家之女，难道你要把我们皇家的人赶尽杀绝吗？陈琦太后，微臣自入仕途以来，无日不以皇恩浩荡为念，一片丹心，为天可表。但为民父母者，首求公正二字。驸马犯罪，微臣若是不办，将何以度悠悠之众口？此事轻重，微臣也曾禀明万岁，圣上命微臣秉公办理，上其太后銮鉴，莫再阻拦微臣。怎么，你还非杀了驸马不可吗？微臣乃是出于无奈，上请太后见谅。来人呐！是。开闸。不好，救救儿臣。太后，你这是何意？谁敢扎驸马，就先扎了我的龙头拐。包拯，你扎了母后的龙头拐，你可是犯了欺君之罪，你吃罪得起吗？不要说了，快把驸马搀扶起来。儿臣遵旨。他不把驸马给放下。公主，没事了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胡说，有母后在，谁敢把你给杀了？臣。这件事情都是以秦香莲所引起，哀家觉得对他一定要有个交代，不然会有仗势欺人之嫌。你把他叫出来，哀家自有道理。微臣遵旨。赵武。在。太后有旨，选秦香莲觐见。是。太后有旨，选秦香莲觐见。太后有旨，选秦香莲觐见。哦，怪不得你们敢铡驸马，原来你们私闯驸马府，把两个孩子给偷回来。包拯，你开口国法，闭口国法。本宫问你，这私闯驸马府应该治什么罪呀？公主切莫误会，这两个孩子乃是自己逃出来的。自己逃出来的？哼，你在骗谁呀？他们两个的房间明明上了锁，难不成他们会破门而出吗？公主，既然他们是驸马的儿女，为何将他们锁起来？这好了，都不要说了，叫秦香莲见哀家。遵旨。带秦香莲。是。你父秦香莲叩见太后。起来回话。谢太后。秦香莲，这件事情闹成这样，实非哀家所愿。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只好有所取舍，作为了断。虽然你跟陈世美接离在先，如今他是父母，
是我们皇家的东床，不再是你的夫婿，这点你可要明白哟。太后，您的意思是这场官司就这样了结了吗？不怎么了，你希望怎么了呢？回太后，陈世美坏事做绝，难道他就不应该受到一点惩罚吗？秦香莲，哀家既然已经出面，这一切就不必再谈。那是奴婢在，把银子交给秦香莲。遵旨。秦香莲，这是太后御赐的500两银票，快快收下，赶快谢恩吧。这银子我不要。不要？那难不成你还有别的需求吗？太后，香莲接你巡抚为的是要一家团圆，不是为了银子。你的女人家要抚养2个孩子，这些银子给你往后的生活也不少。太后，抚养孩子香莲责无旁贷，可是如果要香莲你丈夫去换来这500两银子，你叫香莲怎么样去花这笔钱？那分分好好都将是断肠之痛。母后，他不要就算了，这种人不识抬举，你根本就不要理他。不要再说了，否则哀家就不管你的事。老臣，臣在。劝他把银子收下。遵旨。秦香莲，太后既是一番好意，这银子你就收下吧。你认为我应该收下这银子吗？这事情既然到了这般田地，只有退一步想。不，我不是来卖账，我不要银子。秦香，不要这样想。你虽然没有了丈夫，但是生活依然要过，孩子依然要养。这银子你就拿回去安家度日，回乡之后好好把一对儿女抚养长大成人，切记教他们好好念书，莫做官。丈夫当初若是不把高官做，你也不会落得今日不周全。本府严禁于此，你拿了银子回乡去。听您的话，回乡去。
就是屈死，也不喊冤。孩子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想这样就走了吗？公主，我已经把丈夫让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住口！驸马本来就是我的，你让不让都是一样。可是有件事情，你今天就必须得给我做个了断。什么事？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陈家的媳妇儿，这两个孩子也不准姓陈。公主，你父自从嫁到陈家，一向安分守己，侍奉丈夫，孝顺公婆，从来没有做出有亏妇道之事。我凭什么不能是陈家的媳妇？我的孩子是世美所生，又凭什么他们不能姓陈？住口！总而言之，我是陈世美唯一的媳妇儿，只有我跟她的孩子才可以姓陈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两个小孩不准姓陈。公主，你欺人太甚！大胆，包拯，你有多大的前程，居然敢这样跟本宫说话？公主，本府的前程不劳公主费心，可是公主一再咄咄逼人，在开封府容不得你如此张狂。你想怎么样？来人呐！将陈世美打上闸口。是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救我！公主，公主，你要饶恕庄主啊！住手！太后，驸马罪无可犯，国法难容，秦太后莫要阻拦再三。包拯，你敢在驸马哀家就割去你的前程？拼了这顶乌纱不要，也要将驸马治罪。包拯，你该回答哀家的旨意。王朝马汉，在。秦国尚方宝剑，是。宝剑，如朕秦陵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尚方宝剑乃是皇家所赐，皇家可以把它收回来。太后，可知君无戏言？做主啊！父，父，求求你不要想做主，父，求求你了！来人呐！在。包拯，你杀了驸马，他送的孩子，怎么变成无辜的孤儿了？公主，刚才不也叫秦香莲的儿女变成孤儿吗？家乡三。
想，相恋尚有同婆在，下有子女苦爹娘，有谁知丈夫情敢靠去？